我先讲啦，这个到底要不要先礼让？我们先来看民众党哦。今天黄国昌他讲什么？他说改革比位置重要，所以支持改革的话，你有改革，我们就要共同合作嘛。就国昌老师每次都高举这个道德大旗，改革大旗。那如果按照这个黄国昌的说法，他也没有跟国民党要啊。只要我们能够改革，我们不可以共同合作吗？对，他说改革比位置重要，等于说现在民众党还没有跟国民党要位置，人家都没要，结果你国民党就已经在讨论我召回要不要让给人家，这你不是先拿热脸去贴冷屁股吗？傅昆萁是绥靖主义，好，这个我比较 不理解的地方啦，人家都没要，你就先讨论我们要不要先让给人家哈，这国民党好了，表现大度，这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比较妙的是说，这个今天张宇轩不是有一个爆料，同样也是我们媒体人嘛，他有个爆料就说哦，好，那个什么共事营的部分哈，开始讨论到立法与实务的时候呢，哦，就把这个助理通通都请出去了啊，四十几名的立委，然后大家针对说这个要不要礼让招委的部分，好，大家来投票。对，那投票的部分后来表决结果出来，竟然只有五席反对，然后十席是赞成的，十比五，超高投票率。对，竟然反对的只有五席哦，只有五席哦啊！照理说十席通通集啊，那你说四十几个立委，那不是只有十五席吗？那你剩下二十几席，通通都是不表态。对，这个是今天张宇轩的一个爆料。好，那大家跟大家的氛围想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之前你不管是林思明啦、侯孟楷啦，问大家要不要礼让招委，不是都讲的义愤填膺，当然不让啊。甚至还有人讲说，问这个那个什么车家都无搞啊，都爬瓜嘞，大家不是都要当招委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他们人数也够啊，为什么要礼让给这个民众党呢？好，这个就是到大家看美感的地方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敢跟你保证，这个好数字出来的五席啊，五席是反对的，十席好是赞成的。这个接先数字出来，未来这个名单就会出来了，究竟到底谁反对，谁赞成，这个名字就会出来。那我敢跟你说，好，这个反对的应该通通都是不分区，反对的都是不分区，赞成的都是区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很简单啊，如果李正浩你要选的话，我懂我懂，因为区域担心得罪白的。答对了 ，bingo！ 你看这就是大家会知道的地方嘛。今天你要选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希望民众党这边有人跟你挑战？一定不希望嘛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选，或是我要选的话，我一定希望蓝白合示范区啊，你民众党不要提人啊。所以其实投票本来就该秘密投票，就只有国民党那边，哎，谁赞成谁反对举手。哎呦，这谁敢举手？ 我就跟你讲，这个数字先出来之后，下一个就是名单。反正这种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一定会出来的。那所以为什么我敢跟你大胆的讲说，敢赞成的通通是区域，反对的都是政党，都是不分区。对，因为区域有要选的压力，他会对民众党释出善意，希望你这一区不要提人来跟我挑战。因为大家知道民众党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前秘书长这边了，大家都会觉得他是国民党，他也熟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，他可能选不上。但是我可以让你选不上， 我自己选不上，我也可以拉你下嘛。所以这个大家要看的是美感在这啦哈。好，那你看嘛，我讲最简单的例子嘛。你看我刚刚不是讲侯孟楷跟林思明，对不对？不是讲的义愤填膺，当仁不让，不要的不让。就这两个人在这个投票里面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不表态的、欸，他们是不表态的、欸。你投票前攻下大虾，手忽然抽筋，举不起来。对，等一下他们两个是不是也怕说未来他选举的时候，民众党在这边给你提人了？好，那重点是你先要让哪一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刚刚不是讲到财政委员会吗？罗明才脸黑掉。对，那为什么是赖世宝在讲？那为什么是赖世宝出来讲？因为赖世宝在财政委员会嘛。他自己招委没选上，给了罗明才，所以他当然罗明才先，赖世宝先捅罗明才一刀，因为赖世宝自己在财政委员会 啊，反正我也不是招委啊，我就大方让出去啊，所以为什么是赖世宝来讲？我也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地方。可是我真的要问啊，你国民党有这么多的这个实力可以让哦？你看，因为他们照往例还要礼让一席给无党籍，就是高金嘛，对，你八席，你坦白讲，你已经让两席出去了。那说实在的，你要让，你为什么不让黄国昌嘞？司委会啊，对不对？你而且大家不是都说了，你八席立委当中只有黄国昌有做过立委，你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立委啊。那你爱照理说要让，你应该要让黄国昌啊。我跟你讲一个美感，因为美其名啊，不是说那个什么美其名不是说因为这个什么司委会要改革很重要，所以国民党要握在手里，好，不能有这个不能礼让给外人。但是你要不要来看黄国昌在2018年的时候有发过一篇这样子的文哈，
他说拖了几十年终于确定了，越判越轻啊，哈，拖了十几年啦，骂傅昆萁啊，傅昆萁现在在司委会，黄国昌也在司委会，而且当时黄国昌讲了，傅昆萁还有好几件弊案还在拖延诉讼程序，希望早日判刑确定，你赶快去坐牢啦，不要用滥用权势外间。哎，如果让张黄国昌当招委了，傅昆萁你也有事情吗？你的好多案子还在拖延呢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傅昆萁不要让黄国昌去当司委会招委，要不然这个大家又要拿出来讲。国昌老师，你当年高举道德吊大旗，你现在又当立委了，你是不是要兑现你当年自己在脸书上所写的？没有错，黄国昌最好笑就是他的脸书，哎，可以不断的这个翻页，好，不断翻页，哎，不断的发夹弯。可是要问关键性的人物，叫做朱系人马啊，议员啊，林涛，林涛涛哥，第一个你可以回应一下，到底这个傅昆萁啊，到底有没有在参叙后，趁着一身酒意啊，跟江俊廷讲说，你不要搞我，然后这是一块。另外一块，到底要不要让啊？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内部，不管是支持者啊，或是党公子炸锅了嘛，对不对？杨紫斗、徐小秋出来骂了嘛，你看杨紫斗。怒了嘛，杨紫斗怒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粉丝也炸锅了嘛。哎呦，朱立伦怪怪的哦，礼让民众党引爆蓝粉怒火，朱立伦救火没说一定要。国民党团举行闭门投票，最终压倒性支持，请个位数蓝委反对决议，礼让民众党一席招委，可却引爆蓝营支持者反弹。据悉有蓝委脸书私讯被灌爆，因此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紧急灭火，称党团决议是表达在野合作而已，合作有很多模式，招委也不排除，但是没有说一定要。哎，到底让不让啊？基本上呢，我先从第一天，因为第一天我搭着这个自强号，哎呀，就前往这自己买的，对，我车票自己买的，我现场自己买的，我用 app 刷进去嘛，不是没有邀徐巧芯，人家徐巧芯都坐错，不是因为时间有错开了哈。那我先，我后来就自己搭车，我时间比较弹性，然后我到现场就到这个餐饮的现场，那我先去跟媒体打招呼，之后就到了主会场。那因为呢，这个我逐一的看那个桌下没有上工啦，所以我们大家才很开心嘛，所以谁知道？上公竟然躲在车旁边，太夸张了！这个你说你们吃饭前先把你那个毯子拉开，对，我想确定上衣服没有蹲在下面才开始吃饭。谁知道上公他躲在外面的车嘛，所以上公还是比较强。那现场到底有没有讲那一句话？我觉得公司赢，他没否认就是有，不要逼他了。我觉得公司赢有效果，就是说大家气氛很融洽，加了 line， 然后成立了群组，隔天早上才能开始来谈正事嘛。所以那天晚上大家是这个气氛很融洽的啦。那时间很快就要跳过这个大家晚上接送车的部分，来到隔天的早上了。隔天早上，对，来到隔天的早上，在这个嘛，他没有反驳，就是有了哈。我们不要为难涛哥，不要为难涛哥。不晓得这个状况哈，但是现场因为这个天色很暗哈，天色很暗，哎，不是你跟我讲，天气很冷，不是你跟我讲，天色很冷。然后隔天早上是怎么样？在这个远雄的饭店，因为场地跟因为我们是在美伦举行餐宴，然后住美伦，然后拉车拉了25分钟到这个远雄的现场嘛。没错，那远雄的现场确实就如上公讲的，他昨天晚上躲在车上，他早上又到了这个桌下，远雄的草地里面埋伏的，没错。那他刚才讲到这个提案，确实就如上公所讲，没有提到要让招委一席，而是说能不能开放让这个党团去谈这个合作。那确实现场的反对的是个位数，对。那有一些人不是没举手吗？就我了解哦，立院的党团跟智库有去了解那些没举手的人。就马奇啊。不是，就怕尴尬嘛。Majority 是说可以赞成要做合作，所以如果站在党中的立场，或站在党团立场，或站在智库立场怎么办？尊重委员嘛。对，因为委员说赞成嘛，所以你说隔天朱难道要出来讲说没有吗？当然是依照这个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走。可朱立伦后来又说没有一定要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他那个问句不是说让招委一起，说开放这个合作的空间。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，第一个。你的态度呢？我的态度，对，就重点来了。你的 attitude 对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在多数的委员是说赞成，啊、哦，赞成合作，不是赞成让招委。第二个，我的态度，对，我认为如果这一席招委真如赖世葆委员说的是黄珊珊，当然不能让啊。为什么？医生只监督你一人，你
你监督黄珊珊，不可能让嘛？我们怎么在那个在黄珊珊委员会，我们很多资深的委员在那个现场，对哦，司法也有啊，对，头号三黑，我们怎么可能让？然后我们的支持者能够接受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那个黄国昌，因为他在司法法制委员会，可是因为副总他已经讲不可能让司法法制委员会嘛，所以比较有可能在民众党的八席里面。黄珊珊、黄国昌，再来就是张其凯嘛，是比较可能张其凯。那张其凯那一个委员会，经济委员会、啊，经济委员会基本上，来板子借你啦，好，板子借你。对，那基本上经济委员会是我认为啦，比较有可能大家有一个合作的空间。大委员会，你還对，我知道，能让我知道是经济可以让哦，我知道是大委員會。那交通也可以让啊，但是经济可以让，所有委员会都可以让了。大委员会比较有可能在支持者的立场上，前两个委员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嘛。对。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啦，这个礼让一定要有一个前提，这個、前提就是说，你民进党要讲清楚嘛。你们关民进党什么事？民众党要讲清楚嘛，民众党你要高委，然后你的优先法案有没有买单？国民党的所有的优先法案，如果你没有先讲，你要高委，你的优先法案都不买单，国民党抱歉门都没有，不用让，我支持不要让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在这一个前提之下没有履行，民众党没有表达很清楚的态度，我是站在支持者的立场。不要让，因为炸锅了嘛！我的脸书刚才在两个小时前贴了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有没有前提的这个互动？那目前看起来，蓝营的基调是说，那我们自己的招委这么很多很资深，然后对这议题这么娴熟，那我们自己走我们的优先法案就好了嘛。所以我现在站在支持者立场，不要让支持者失望，应该是党团来讨论。如果今天台湾民众党没有提出他们要，那不要让。第二个，如果他们的法案跟我们没有完全一致的话，那也让无可让。好。